聲音獨家，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。本土民主反共，普羅政治，民聲起義。myradio.hk 曾经缴付任何 myradio 七月或八月节目月费的网友，现在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《玉敏新书》。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贯彻声嘶力竭，繼續青筋暴現，身體力行，隔空發功，鬱敏踩場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我要問差人同大家見面啦，啊，咁你就去咗即係台灣一個禮拜，點解你唔帶啲紅穗珍三文治俾我食下咧？紅穗珍三文治係真係應該台灣帶翻嚟先得嘅。我今朝喺大香港早上講過啦，你問阿近要食過幾多次？我都食過多次。佢有冇事啊？係咪？咁咧，我哋係直接咪譬如當日買新鮮嘅攞翻嚟香港，咁啊翻到嚟就即刻擺落個冰箱度。食嘅時候拎出嚟攤翻熱佢幾分鐘就食得嘅，佢嗰個種三文治就咁嘅。咁你而家出現好多，你唔可以講係冇牌貨，佢喺台灣買大批翻嚟，跟住就喺 City Super 有得買，淘寶有得買，死得啦！喂，點擺得㗎嗰啲嘢？入邊有芝士，有 cream， 有一片薄薄嘅火腿煎咗一片薄薄嘅蛋。全部都唔等得嘅嘢嚟嘅，係咪？咁你啲友即係香港人，啲港豬即係港豬。喂，哇！紅穗珍喎，三文治啊，好勁喎！咁啊，香港有得賣啊，有嗰啲唔知啊，以為分店添。撲你個街，仲有江蘇紅穗珍、福建紅穗珍、深圳紅穗珍，一黐到大陸就撲街㗎啦！一黐到即係中國大陸。呢件事我唔知喎，呢件事我唔知。我唔知啊！哇，大佬整啲江蘇紅穗珍啊，切割紅穗珍都得。所以咧，即係從呢件事，你咪睇到即係第一就係啲香港人咧。即係嗰啲羊群效應係嘛？即係跟住好啦，又唔識分係嘛？唉，即係好似冇食過好失威咁樣。所以我今次喺台灣翻嚟，我就買咗十盒牛肉乾啊！屌你真係，我唔買，本嚟想買啲紅穗珍，我喺嗰邊睇到新聞，撲你個街，十幾個人中毒係咪？食物中毒。紙嚟㗎，唔知。你買近食過未？食過幾多次？嗱，我第一身作證咧，紅穗珍三文治係好好食嘅。咁我因為即係呢個口碑啦，咁你食嗰啲係邊個嘅先？阿大牛俾我嘅，係咯，咁我唔會自己買，總係同你談將自己買。我好多同事都食過我啲紅穗珍三文治，因為買過即係好多次噶啦。咁啊，即係今次又咁樣得，上次我帶咗幾盒翻嚟噶嘛，我嗰次我食過，上次同我帶咗幾盒翻嚟噶，今次。哇！一望唔好啦，大佬寧願買牛肉乾啦，佢 expire date 起碼到十二月，係咪？所以呢個又一個教訓嚟嘅。咁但係你香港政府仲好笑，封曬喎，封咩啫？人哋都冇入口，屌你真係，係咪？你明唔明？所有紅穗珍嗰啲封曬，唔准進口，幾時有進過口啊？咁奇怪嘅，佢有進過口咩？有零售批發嚟香港，喂，嗰啲咁嘅食物咁樣嘅做法係唔可能進口香港噶嘛？你只可能係有啲。商人大批買翻嚟啲水貨嘅三文治水貨，然後你拎去向假賣，係咁遲啲都日本可以拎啲壽司翻嚟噶啦，咪就係咯。屌去速地市場隔離咁新鮮攞啲壽司翻嚟買，食唔食得？一睇見呢啲新聞咧，就覺得非常之好笑，係笑鳩啲香港人，明唔明啊？咁我啊，即系今次又冇帶紅穗珍，有少失望。我有少失望，我帶翻牛肉乾俾你嚼下，慢慢嚼下，有少少失望。咁呢個咧，今朝早我大香港早晨咧，都用咗一節嘅時間講呢個紅穗珍三文治，覺得非常之可笑嘅一件事情。
即係我睇法咧，就同啊，即係知名網民啊陳大文個睇法差唔多嘅，係咪？因為而家台灣仲好笑，而家真係查紅穗珍，屌你啦！真係你話真係俾佢累死，俾香港累死，真係查紅穗珍。人哋做咗咁多年，全省咁多分店都未出過事嘅，屌你而家你查佢，或者因為香港有事，咁好啦，喺台灣有冇人食咗食物中毒先？屌真係，你咩食物你都有機會喎，你等得耐都會瀨嘢㗎啦，啱唔啱啊？係咪先？咁呢個就真係冤枉，我就覺得係嘛？所以有時即係做生意，即係人有不測之，咩即係天有不測之風雲，係嘛？就係咁樣啦。啊，即係一夜之間就會出現呢啲咁嘅問題。你紅穗珍大佬本嚟好犀利嘅係嘛？啊，即係老實講，我覺得呢門生意好奇怪，真係賣嗰啲咁嘅好普通嘅三文治啫喎，都可以賣到街知巷，可以賣到街知巷聞，聞名海外，聞名香港，仲有啲人上淘寶都有得賣，跟住香港個大型超級市場咩City Supra又有得賣，屌你真係高檔超級市場，仲賣到奇貴喎，等於你喺台灣賣幾倍價錢喎。我有日書展啊，秀慧整咗一件俾我食，我咁奇怪嘅，佢喺香港賣啊，香港有，嚇到我幾乎，但我都食咗一嚿，跟住我食完之後話俾佢聽，唔好食，同我台灣買翻嚟嗰啲唔一樣，咁啊唔係心理作用，真係唔一樣，我覺得係咪？因為佢擺得耐咗，哎呀，好牙煙真係。哦，嗱，我覺得點解咧？嗱，即係其實鬱敏早喺早上打咗早晨都講咗，咁點解我作咗喺度睇咧？就發覺咧，而家我哋呢個節目咧，或者其他呢啲網台節目，佢有個社會責任嘅。例如你不要被人騙，例如你要對那個即政府的施政有足夠的懷疑，你有一個食物的問安全問題，現在不是靠正常的報紙的了，靠我們的了，沒什麼正常的報紙的，有沒有屌你！我今日睇到大公報全版，屌你！全版就係就呢個即係學生港大學生會會長話佢將港獨帶入港大校園，跟住再楞埋熱血公民，哇！即係啊，仲有個劉遵義啊，邊家嘢咁哇！真係咁灰鞋嘅，咁咪就變咗港獨進入港大校園。而家唔係港獨進入港大校園，係共產黨嘅奴才嘅奴才進入呢香港大學校委會。包括李國章啊，係咪呢啲咁嘅人 ？OK， 係咪啊？劉遵義個老婆啊，係咪？喂，呢啲咪變曬共產黨嘅奴才嘅奴才？成件事，香港大學副校長陳文敏嗰個委任嘅事件，其實講嚟講去就一個契弟，叫做六八九，係咪？喺度反手為雲，覆手為雨，干預呢個香港大學嘅校政，伸隻黑手入去，派李國章入去。是吗？李国章个校委个位咧，就由呢个梁振英委任嘅。梁振英就系名义上港大嘅所谓校监，系咪啊？系。这个就是港英时代遗留落嚟嘅。屌你个行政首长港督咧，就系香港大学嘅校监咁样嚟嘅，系咪？咁佢有权委任呢个校委会成员一部分，佢有几产生个几个部分产生噶嘛？有啲校董，系咪？咁所以有啲係譬如話，可能係校友會嗰啲人都得嘅，係嘛？咁譬如呢個文卓飛咪又係校委係咪？咁有啲咧就係教師啦，立法會由立法會產生嘅，係嘛？譬如石禮謙啊，呢個唔係鐘樹根啊，哦係啊，鐘樹根係校董啦嗰邊啦，校委會都校委會我唔知石禮謙係咪啦啊？我曾經何時好似你廖長江，我係中大校董啫，嗰個冇關係啦，即係同呢啲爭好遠啦。OK， 好啦。咁你梁志雄啊被委任做呢個港大校委會嘅主席，之前嗰個咧就係呢個好似係鄭海泉係嘛？有冇噏錯？我唔記得咗啦。咁啊，好啦，今次呢個陳文敏啊，即係前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嘅院長陳文敏教授，即係被委任為香港大學副校長嘅事件鬧到滿城風雨咧，就因為有人將佢連埋呢個戴耀廷啊，咁仲有泛民啦，係咪將佢撈埋一堆嚟講？就嗱呢啲咧就搞政治嘅，唔係搞學術。喂，但係陳文敏教授喺學術上嘅成就，喂大佬人哋有個 track record 喺度噶啦，大佬啱唔啱啊？佢係有足夠能力條件做呢個香港大學副校長嘅，仲係唔係得一個副校長噶嘛？你諗下，連程介明。程介南個大佬呢啲啊，我哋有理由相信，用翻啲差佬嗰啲術語，有理由相信佢都可能係共產黨嚟噶啦，已經係係嘛？佢都為呢、這個即係陳文敏鳴不平。你而家好明顯由頭至尾就係一個契弟，叫做六八九梁振英呢個契弟上嘅契弟係嘛？就喺度搞風搞雨，就係佢啫嘛。
佢而家就係要將隻手啲黑手伸入去上各大學嘅校董會、校委會、各大諮詢機構。嗱，監警會又換咗個契弟嘅契弟，係嘛嚟做監警會嘅主席，係嘛？各個部分都係咁樣換人啦，擺人入去噶啦，係嘛？所以你前中大校長劉遵義又行政會議成員，呢、這、一個又係契弟，呢、這、一個契弟就因為個老婆俾人圍，覺得受咗委屈。嗱，當時咧啲學生衝入去校委會嗰個開會嘅場地，咁你啲嗰啲校委喺度咧，就因為好多學生包圍住就行唔喐，咁唔代表你俾人禁股，大佬係咪？屌你冇人打柒你，講句難聽啲就係咪？啲學生都唔知幾温和係咪？反為有啲冚家產嗰啲愛字堆就去搞事去大學入邊。系嘛？你又唔計？喂，佢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帶住啲同學行入，有咩問題啊？係咪？就呢個香港大學副校長委任嘅事件，你政治干預係嘛？干預呢個香港大學嘅校政，干預香港大學嘅自主，學生點解冇權出聲啊？係咪？佢嗰個行動容或激越，嗱，俾某一啲人認為佢有打人咩？佢有指撚住你梁志雄講我屌你老母咩？係咪？撲你個街又話圍堵啊、咒罵、嘲弄啊、咒罵，咩叫嘲弄先？屌你真係想問下劉春義呢個契弟中嘅契弟，咩叫嘲弄先？乜嘢叫做嘲弄、咒罵、圍堵、追截？屌你啦，係咪？拯救我們的下一代，靠你呢個契弟中嘅契弟，我哋嘅下一代一定係冇前途。你做嗰幾年嘅中大校長，屌你咪即係啲學生冇個歡迎你嘅，我而家話俾你聽。他做校長的時候，啱啱我又做中大校長，屌你！我同佢一齊開個會嘅，屌你！真係好醜怪。而家都發現，喂，你為你個妻子鳴不平，係嘛？或者你表達對啲學生即係呢一種抗爭嘅手法不滿，我都覺得係可以嘅。乜撚嘢叫做被一群暴徒追截、圍堵、嘲弄、咒罵？你解呢八個字俾我聽，攞啲具體事實出嚟，撲你個街！系嘛？呢个系咪契弟中契弟啊？呢个系梁振英嘅行政会议嘅成员嚟噶。喂，你而家成嚿嘢，成个校委会就系、是，屌你乜变咗粮粉集中营啊嘛？而家系嘛？你去排除异己啊嘛？你政治黑手入咗呢个香港大学啊嘛？香港大学屌你乜真系惨啦！过去呢个所谓明德格物啊，呢一个咁嘅精神，同埋作为一个最高学府，俾你班契弟中嘅契弟、奴才中嘅奴才、奴才嘅奴才，搞到乌烟瘴气。屌你，作为港大校友嗰啲人都应该同声一哭。屌你啊，真系！即系佢甚至乎喺呢篇文章里边提到，要去运呢啲学生喎，小混蛋啊！小混蛋，被宠坏的小混蛋们，你就老混蛋啦！屌你咪，系嘛？即系其实你都唔系好老啫，六啊几岁系咪？咁但系真系即系讲啲咁嘅说话，你唔去讲下成件事点解会发生咁样？乜嘢叫做被宠坏的小混蛋们咧？请问，屌你咪得捻罪学生系冇好下场噶啦，仆你个街系咪？无论香港或者台湾，系嘛？台灣又有個例子俾你睇啦，係咪？呢個反貨光係高中生啊，係咪？當然亦都有啲政客喺後邊操弄，係咪？但係嗰啲學生嗰個動機同埋出發點係純正嘅，我話俾你聽。今時今日你睇下呢單嘢咪係咯，係咪？嗰啲慫恿利用佢哋嘅成年人嘅動機，屌你邊一個慫恿利用佢哋啊？係咪？是那班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學生自發的行為來的，撲你個街，是不是你都懷疑有人慫恿？不過這種想法就不只是這班契弟，還有一些所謂激進派的契弟一撚樣，例如陳偉業之流，是吧？曾幾何時跟這個梁國雄，是吧？還有這五個議員，所謂進步民主派，撲你個街，全部是冚家產來的，現在我說的，是吧？你陳偉業那天還在聲嘶力竭，哎呀，怎麼去搞地下組織啊，掟炸彈啊，是譴責元朗光復行動的，甚至乎借這個記者會去批判雙王，又不敢開名，屌你媽，我現在開夠你名，你陳偉業，你只要屌你想想是政棍，屌你媽，我不會說你九奴才，因為你經常用的，這個，喂，你說什麼，即今時今日，好了，你見到長毛大bra了已經，是吧，昨天大bra做咩啊？话哦，呢个空袭系冇道理嘅，系嘛？喂，忘记咗嗰日佢哋开记者会，记者会守护香港莫忘初衷，要求非暴力，谴责暴力，仲不特止
借呢一個譴責元朗光復行動嚟鬱鳩我同阿黃楊達，話我哋縮頭烏龜煽動啲年輕人，話我哋煽動啲年輕人。咁你呢個講法同劉春儀嘅講法有乜嘢分別啊？所以你陳偉業衰撚過劉春儀，我話俾你聽，因為你係即係騙取嗰啲支持反對派、支持激進派嗰啲選民嘅支持，係咪？嗰日行出嚟五個人劃清界線噶嘛，同光復行動係咪啊？咁你呢一種咁嘅講法同劉春儀嗰種講法有乜嘢分別啦？係咪？係俾一班即係俾啲成年人慫恿，係咪？教唆，屌你咁！佢講係咁講，不過佢唔敢開個名啫嘛，係咪？我幾時教唆過啲人去元朗光復行動？嗰日熱血公民都有人去噶，係咪？即係你睇到，無論呢啲建制派，甚至呢啲所謂激進派，冇嘢㗎，有鏡頭咪蒲頭咯！屌你諗咩？好似好簡單，你長毛琴日戴個巴幾多難睇啊？你話呢啲行為藝術，你為咗蒲頭有鏡頭搏咪咁登撚咗出嚟啫嘛？即係我覺得你用呢啲行為藝術嚟表達一個信息，反對呢一個裁決，係嘛？其實都可以接受嘅，但係之前唔好忘記你譴責過呢個光復行動㗎嘛。而呢班俾人拉、俾人判定罪嘅呢四個就恰恰就係當時元朗光復行動嗰啲義士嚟嘅 ，OK， 係俾你譴責過嘅。嗱，除咗陳偉業，當日嗰四個立法會議員，包括毛孟靜、范國威、陳志全同埋梁國雄，你都唔係講我嘅，係咪？陳偉業就喺度講我話我煽動啲人，又話我話掟燃燒彈啊，講笑啫，我幾時咁樣講過啊？屌你老味啫，係咪？又唔敢開名，我而家開你名啊！是吧，一方面就接受國泰豪華款待，連續兩年兩公婆一起去屌你咪幫國泰航空公司收飛機，數以十萬計的這個款待，價值數以十萬元，在個申報表上屌你咪只是說免費機票食宿，是吧？人家那些知道廉恥那些都捐回一些錢出來啊，你這個撚樣有沒有捐回一些錢出來啊？跟著在反貪爭，屌你說人家貪中海陸空，是吧？所以你咪睇到呢啲，屌你咪！我真係老實講，我對呢個人咧，即係你周街去唱我收共產黨錢，唔緊要，你冇證據，係嘛？講撚到周街度講都冇問題，你對我冇影響嘅，係咪？但係你嘅所作所為，你乜撚嘢激進派啊？而家講啊講，係咪？你而家行出嚟講咩啊？你仲可以講乜嘢？你話俾我聽。淨係你走去兩年零九年零九年一零年啊，連續兩年啊，即係等於係嘛？去接受呢個國泰航空公司嘅豪華款待啊，好似隔一年啦，即係都係差唔多啦，好接近嘅。哇，咁撚樣面皮咁撚厚嘅，跟住你走去聲討呢個貪爭貪盡海陸空喎，有冇廉恥啊？呢啲人老實講，講乜撚嘢啊？仲喺度？你要聲討嗰啲光復行動嗰啲義士係咪？劃清界線，跟住就屌你啦！咪即係將啲私怨係嘛，當係即係借假公濟私，冇用嘅。你又唔撚開我名，你喺度意有所指有咩用啫？邊一個縮頭龜啫？係咪？日日都喺度講緊嘢，係咪？即係你唔好以為屌你啦，咪有個老師喺度撐你，你就可以屌你啦，咪你試下啦，啊出年去選啦，睇冇人搞你啊，睇冇人攞呢單嘢出嚟講啊，係咪？即係你去同嗰啲光復行動嘅人劃清界線，係咪？你乜嘢激進派，實有人問你嘅，我話俾你聽，係咪？所以而家你睇到咧，即係成個局咧係好不堪嘅，所以我哋真係寄望呢啲年輕人出嚟，係咪？咩嘢叫做慫恿？即是年輕人教唆年輕人，你真是屌你活在啲老黃歷，即你等於劉春儀講呢啲説話，咪所有嗰啲建制嘅既得利益者最撚中意講噶嘛？後生仔俾人煽動啊，教唆啊，屌你咩！我哋而家俾啲後生仔教唆啊，調翻轉，你黐撚線嘅你都係咪啊？我哋跟住啲後生仔行啊，而家係咪啊？即你劉春儀喺個文章裏邊就喺度講話喂，即質疑呢啲參與行動嘅年輕人係咪準備好承擔作為成年人嘅責任啊？挑你啦咩？真係咩意思啊？呢個即係如果佢未有準備好做成年人嘅責任，我夠撚咗十八歲都唔應該成年人，係咪咁解咧？咩叫成年人咧？係咪利用同埋慫恿呢啲年輕人嘅成年人嘅動機？乜撚嘢動機啊？
你問下你老細啦，你問下共產黨嘅奴才梁振英，佢乜撚嘢動機啦？搞人哋香港大學，係咪？你點解唔問啊？喂，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成件事個根源係咩？根源就係梁振英插隻手入去呢個香港大學啊嘛，干預校政啊嘛，先得到今日嘅結果嚟噶嘛。你而家喺度怪責啲年輕人，甚至乎喂呢一啲叫做被寵壞的小混蛋，應該韞佢一日係嘛？應該要佢即係嚇社會服務力。屌你乜？你係法官啊？你係咪法官啊？劉春義，屌你老尾，你咪法官先，係咪？你呢個咁嘅老混蛋，你咪法官啊？你有權去即係判啲學生做啲咩嘅咩？應該韞一日，你黐撚咗線嚟噶，所以呢啲人咁嘅心態，你咪讀撚壞書啊！教授、校長咪讀壞書啊！呢啲人嚇，啲俾著呢啲人有權咪即係咁咯，啊韞你啊！屌你咩同毛澤東啊，同嗰啲極權主義者有咩分別啊？喺一個開放嘅社會，最撚無恥嗰篇文章仲要講一樣嘢，就係話喂，成件事意味唔係所有個香港人都準備好接受民主政制，嗱呢個先係真相。屌你老，所以就唔應該有普選，唔應該有普選嘅，係咪？啲僆仔咁撚樣咁多小混蛋，點應該有普選俾佢啊？係咪？有民主體系不能運作，民主體系不能運作，而家民主體系冇存在啊！屌你老尾，撲你個街，劉春義，你而家講咩啊？系嘛？讲乜嘢民主体系不能运作？而家有民主体系咩？香港，即系话你未准备好接受民主政制啊！你呢班年青人，下一代不知礼也不知耻，最礼无耻就系你刘津义。我话俾你听，你喺中文大学嗰几年，系咪？系冇人中意你嘅啲学生，系嘛？即係歷任嘅校長，除咗李國章之外，最撚撲街就係劉津義噶啦！我而家話俾你聽，風評最差，係咪？呢啲咁嘅撲街，仲可以受到香港政府嘅禮遇，係咪？委以重任，用翻佢嗰個説話講，係咪？香港不會有前途，係咪？即係話香港呢啲所謂建制入邊嘅人。包括你刘津义呢啲咁嘅，屌你妈道德沦丧嘅知识分子，无耻嘅知识分子，无耻嘅高级知识分子，系嘛？喺个权力圈上边，系嘛？即系指点江山，香港没有前途，香港就不会有前途，系嘛？用翻佢嗰一句，系嘛？屌你妈！教育呢头又要韞人，屌你妈嗰头啊！应该如何教育拯救我们的下一代？如果我们的下一代不知礼也不知耻，香港就不会有前途。屌你，我们啲学生会话我们的上一代好似刘津义呢啲人咁，又不知耻，屌你有乜又不知礼？屌你，香港不会有前途，系嘛？唔将呢啲人推翻，唔将呢啲人。即是说在个权力圈里面将他推翻他的话，香港不会有前途。所以我当日看到那个即是校委会事件，我就即都发了个声明。我人不在香港，当时我都即发了个声明，这个声明就是强烈谴责港大校委会干政治干预校政，堅決支持港大學生會捍衛校政自主，這個就是我的聲明，是吧？香港大學學生作即是28日衝進校委會這個會室，高呼制度失效，學生自救，在港共政權操控下，立法會禮崩樂壞，大學校園一樣淪落，港大校委會現在由一班糧粉把持，港大议会成为港共傀儡的橡皮图章，政治干预港大自主，张张明审啊！由梁志鸿为首的校委会竟然以等埋首席副校长为由，拖延陈文敏任命副校长半年有多，实在不可理喻，荒谬绝伦。半年前左派报章早已大肆攻击陈文敏，所用理由不過是陳文敏包庇戴耀廷策動佔領中環，由糧粉把持的港大校委會阻撓陳文敏任命副校長，明顯就是一場政治審查。OK，
第三，港大校長馬飛森早前在校委會會議發言，大力反對押後討論任命副校長，令經遭校委會否決。一個校長竟然無權任命副校長，實在天大笑話。同時說穿了港大議會制度失效，涼粉架空洋人校長。昨日港大學生忍無可忍，圍堵校委會會議，不過一眾涼粉校委竟然不為所動，維持原判、啊後面那段咧就OK，荒謬的決議惹學生怒火，學生闖進會議室要求馬上任命副校長，可是一眾涼粉校委依然不理學生訴求，更斥責學生等同文革，校委會成員李國昌污蔑學生正義抗爭，態度十分可恥，應予強烈譴責。第五啦，雨傘革命後，港共已經盤算整棟大專院校，令感言的教授噤若寒蟬。如今政治勢力伸延至港大，港大自主岌岌可危，只有學生才能力挽港大崩潰於狂瀾，制度失效，學生自救。鬱敏必定站在學生一方，堅決支持港大學生會捍衛校政自主。呢個係我7月29日。即是在台灣即是屢次發的聲明，很清楚我們的立場、okay? 我不知道有其他民主派議員有沒有跟我同樣這個取態，我不知道。如果我們不支持學生，香港是沒有前途的。 OK， 休息一會。